calm down before you stress up the groove. The energy a little different when the blessings accrue. Hey, who you talking to? Just know I ain't no regular fool. Could be anything in the world, but I can never be you. Hello, 大家，终于星期五了，准备下班了。今天晚上呢，下班比较早，因为等会儿要去给一个朋友过生日，我们去他们家。其实过了今天晚上呢，法国就要开始每天晚上6点之后就要宵禁，就不能出门了。所以还好今天星期五晚上我们还可以去他家吃一顿晚饭，然后给他过一个生日吧。不过我们也不能待得太晚，就是尽快去然后尽快回来这样。哦，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过别人家做客了，因为这个疫情嘛，其实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出门了现在。所以这算是2021年第一次串门吧。你看这个猫已经睡成一个，哎呀，睡得好舒服呀。你睡吧。今天晚上去的那个朋友家里呢，他新养了一只小狗狗，就是好像才几个月大，反正就是那种耳朵大大的，很像迪士尼动画以前里面有一个狗是这样的，他耳朵是这样子的，像个扇子一样。然后就好期待，好想等会去看他。那我现在先跟闺蜜去商场给他买个生日礼物，然后等会到他家再给你们拍。小七 sit 哦，哇塞，就会这一个。哦，好可爱哟、哦！没在我 ins 上面看到过吗 ？seven， 这个吗？给你们展展示，我刚才抱着它就用撸猫的方式来。它挺会做生意的。叫小鸡。哎呀，太可爱了，它太像那个表情包了。你这买的是差呀？亏钱了。它的眼神就好可怜哦，你为什么那么忧伤？一般这个时候都是选择不说话。生日快乐。大家，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更换我的法国居留。我今年的居留要从学生签证转成工作签证，所以花的时间要久一点。我大概是10月初这样子递交的材料，然后现在1月份了，反正过了几个月他们才给我回复说可以办理了。我现在还在上着班其实，但是就趁中午的时间嘛，他给我的约会刚好是中午12点，所以没有很耽误时间，现在就去把居留办了。3个月的居留，就到4月6号之前，我就不用再烦居留这个事情了。我现在出门基本上就是争取一次出门把很多事情都一起办了。最后刚才回家的时候就去了一趟商场买了个菜，还没有来得及去取的这个健身环也把它拿了。这现在还在打折耶，我买回来是60欧。自从我买了 Switch 之后，我根本就不想出门，每天下了班就只想在家玩一下游戏。把它打开，插卡的，这里面是张游戏卡。为什么要用这么大一个盒子放这么一张小卡呢？这个就是健身环了。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绑在手上还是脚上的东西。然后我刚才在圣母院那边的书店买了2本小书，这个是给我朋友买的，就是50条防止奔闹的法则。因为我朋友他是一个特别容易奔闹的人，就是他可能是那种奔闹体质吧。我就刚好看到这本小书，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它里面就是法语的，写着一些让你心情变得好一点的小办法吧。今天晚上他下班回来，我送给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这么频繁的奔闹了。然后我自己买了一本这个书，它长得超级可爱，就翻开里面那种字不是很多，可能就每天翻一两页，它里面会有一个小故事或者小句子，就让你换一个角度看待你的生活吧。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可能每天都在家里面做一样的事情，上班也是每天就是吃饭睡觉上班，然后这个疫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得到头，反正最近就是有这种小忧郁的感觉在我的脑子里回荡。哎，我觉得不行，还是看点这种小确幸的书吧。刚好翻到这一页，有点像大鱼吃小鱼的这个小故事，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吧，不要介意我的口音，然后翻译的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就把那个意思给你们表达一下吧。Une personne qui te fait du mal,
elle aussi, c'est certain, est victime de quelqu'un ou de quelque chose qui lui fait du mal. Et il se peut que sa souffrance soit très supérieure à la tienne. Pourquoi de t'ordurer en pensant que tu es la seule à souffrir ?这句话大意呢，就是有一个人他伤害你了，但是这个人呢，他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受了伤了，然后也有可能他所遭受的痛苦会远远高于你所承受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你还要折磨自己，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要唯一受苦的人呢？我觉得他这有一种众人皆苦的概念吧，但是伤害你的人呢，他可能也是一个受害者，就他在生活中可能也挺不幸的，所以没有谁是真正不带痛苦的在这个世上活着的，就看开一点吧，自己过好自己的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它有很多这种你看很可爱的小插画，我觉得它画得好可爱啊，所以我就把这本书买了。然后刚才顺道去 Kmart 这个韩国超市买了一些韩料的菜，今天晚上想吃一个部队火锅，就现在天气很冷嘛，又不是很想炒菜，因为炒中餐还挺麻烦的，现在上班又不是很有时间，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搭伙过日子，反正每天都在一起吃饭，今天晚上就吃一个这种比较暖心暖胃的韩国料理。我俩是下了班马上就开始做菜，这个人现在是太能干了，什么都会做。The sky turns gray against a fiery display of red and golden hues like the day I felt for you. So what will you do when the sun begins to fall? I'm waiting here for you. Won't you answer my call? 我现在要把这个装进去玩一下。你想来玩吗？诶，它是有它有中文的耶，先准备好这个腿部固定带跟左右的。哦呦，我全部下完了牛肉。好。哎呀，他话好多呀，要我挤多少次？走吧，走吧。什么？我刚挤腿。OK， 你为什么？吃饭啦！做运动之后喝饮料，我在干什么呢？好香呀！哦哦，好好做。看来牛早上在剪视频，现在才八点过。这猫现在想来偷吃我的东西。嗯，哎呀！周五点了一杯这个提拉米的奶茶，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我点的碳乌奶盖加珍珠，奖赏自己的周五奶茶。看我非常狼狈的样子，其实我每天都是这样，下了班三个人就自己做一点东西，然后轮流到一个人家里吃。啊，今天做的是卖相还不错哦。开门。这两个菜是中午的，所以有一点不好看，还是我的比较好看。老师。你们看得到吗？外面下雪了啊！巴黎第一场雪，下的非常小的雪啊，现在飘进来了。你瞅，你瞅，外面下雪了。聪聪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你瞅，外面下雪了。他在看这是什么东西。嗯，今天中午不想做东西吃了，所以跟朋友点了肯德基的外卖。好久没有吃肯德基啦，是2021年的第一个赤桶。这猫现在在好奇我们吃什么。你不是说不想吃吗？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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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现在真香了，原来求了他半天跟我吃肯德基他不吃。杨十一你为什么杨十一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把碗打翻了。待会儿再去搞。我点了薯条，还有那个鸡块，应该够了，我觉得。耶、yeah ！这里多少个？嗯，给你们看最近超级爱的一个节目，我觉得它应该不久之后就能百万订阅，太好看了这频道，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看，然后一直看睡不着。出现了阶段反应，那按理来说就不能。啊，这什么动作？跳起来。你俩不能吃，别在这等着了。I was out there alone, moving from station to station.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right one, but I was ready for. 下午去中超的时候，给聪聪买的这个火鸡心，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内脏里面他是最喜欢吃这个的，然后给他买了一大袋鸡胸肉，这一周就分成小盒小盒的弄给他吃，但我每周给他弄的时候都要处理一下。我看着就多少会有点拧巴，有点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演戏，所以千万要跟电影要跟演员去学习身体。我买了，是我有的是店主是我一大堆绿绿的，说压根连翻都没翻过。另外有一些就是。这个是我上两周去超市专门给聪聪买的一个小锅子，因为我觉得我们平时吃中餐呀、我们自己的锅子太油了，我就怕洗不干净，然后把这些肉给猫吃好像挺不好的，我就买一个专门只给它用的锅子吧。这个局部越强，一整体接，根本上面是需要的。吃不吃东西？大家，今天是礼拜天的早上，这是昨天买的小蛋糕，我就拿来当早餐吃了，然后打了一杯咖啡，洗了一点水果。哦，星期天真是好快乐。你看这个猫在我后面，你看你没睡醒它。哎呦，今天外面的阳光超级好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冷，今天就不出门了。今天起来之后就收拾了一下家里，然后看了点有的没的视频，等会吃完早餐我就来开始剪视频了。我现在上班跟周末的切换其实就是把公司的电脑换成我自己的电脑，其实做的事情都还差不多，就是做视频做广告之类的。哎呦，到了一个亚马逊的包裹，是我买的瑜伽垫。我从这个星期开始跳帕梅拉的健身操。我现在家里面的瑜伽垫不是很厚，就坐起来会有一点疼，我就买了这种比较厚一点的瑜伽垫，比较适合初学者吧。我觉得帕梅拉的那个操还蛮好坚持的，就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嘛，但我觉得看他那个 ins 上的课表还蛮容易坚持的。希望我这个话不要说太早。其实我本来是想买 Lululemon 他们家的一个瑜伽垫，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厚度就没有特别厚的，像这个它就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这种厚度，而且亚马逊到的比较快嘛，就隔天就到了，这样我今天就可以拿来练啦。猫开始闻这个新东西了。我之前那块瑜伽垫被它拿来当成猫抓板上一直跑，把我那瑜伽垫跑坏了。我希望这一块瑜伽垫能活久一点。然后它已经开始跑了，你走，捣蛋鬼。Gonna run from the pain, hide from the shame. I feel
feel it in my body, and I just can't let go. Tears start to flow, I feel it in my body. Girl, I feel this magic.